这是罗丽华律师放弃急救的同意书。王先生，你看过，若无问题，签名就会用字啊。一定，好，我定人小想一下好吧。伊若有感觉，伊绝对无希望看到咱对伊安尼，因为伊心内吼会安尼感觉真唔甘。伊嘛希望讲吼，咱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放啊。你嘛知影，阮咧丽华足爱水的，对无？哎呀，水你阿公，伊该讲啊，差甲开心句的，伊绝对无愿意，互咱遮人去甲看到。没有。马家无法度家己做主了，你可以做决定。所以我落去是为了家己，也是为了咱家，唔敢让伊受苦一件啦。啊，罗卡，阮丽华应该别怪我啦，你应该别怪我啦。对啦，马仔你是为以后，为咱大家好。丽华，俺等恁结婚等40几年啊，我从来都唔捌和你过过好日子，我甲你回信嘞。即摆我唯一当做的吼，就是当予你，予你行得较轻松的，吼，你都要做辅助好阿弟修行。当我一世人在这个世间上的任务啊完成啊，我就去甲你作伴，现在状况安怎？王太太的状况应该是经袂落去啊。有啥物话，你有等即马甲伊讲，伊还阁听会着。我知你即摆已经去遐听会着着无？是嘞啦，是嘞啦。那你像安尼相对上遮尼久，我煞不知你破病。今仔安尼吼，拢是我的，是我唔对。我对你做这样的代志，我真正是我心内做唔甘的。我本来想讲，过一段时间要让你过一个好日子，啊，不过无法度啊，时间已经袂有啊。丽华，好死人哦，我才好啊补偿你。这个代志我无甲伊阿其他讲，因为我惊你受过操烦，你有牵挂，我相信我安尼做是对的，你嘛认同对无？咱人生的路虽然还袂行完，我相信咱遐个囡仔，伊会替咱去行，替咱去完成。啊，阿哥有，咱无法度为咱只下囡仔去铺一条路。啊，不过，伊老尾啊，这条路会当囡仔较轻松嘞，哈。
急救啊！这是我跟你妈讲过的，你妈是安尼决定的。江浩三，竟然是这样，听天命！一定，一定，我拜托你叫人来急救，叫医生来急救啊！紧的啊！我林爸爸已经同意放弃急救啊。还是伊？我不同意。我妈不同意，赶紧救人！紧的啊，拜托。爸，哪会当你大猪大意？请问这几个囡仔遐尼辛苦，叫咱爸放弃，我哪会当放弃伊？连我妈这个代志，真正就怪我呗。这条刚跟我爸讲过，你跟我妈还嫌弃无？是安，雅春，你做做我来安尼哦。我跟你妈妈做一个决定，是希望我让你有受大的负担。你当作我安怎？我咧签迄同意书的时阵，我心内有偌艰苦，你敢知影？啊！你来当安尼讲我，你安尼做，你一时间嘛，亲像做个鬼老怪。雅春，雅春，你把你的雅春，你放弃我，你走，你把我送给家里的家，你的妈，妈，雅春，雅春，你没了，雅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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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慢点啊，雅春，雅春，雅春。曹凤，你倒是讲，是不是你联合何丽甲阿妈查扫的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何丽拄仔已经有告你啊，一定问袂煞。即摆讲话你，我让你后生害到即摆只会当坐轮椅尔，麻烦请你离开啊，我需要静养。你老实讲，阿妈是不是恁带走？不是啦，我都讲不是我甲阿妈带走的。我让叶少强害到我这么连走路拢有问题啊！我哪有才调甲阿妈带走啦？我是不确定曹凤有没有带走阿妈了，但是我绝对不可能。为了少峰。我就算再气你，再气阿妈，也不可能对阿妈出手的。好，既然你拢讲唔是恁，那呢，恁两个就当用你的人脉替我找人。第四点钟，我若是无看到阿妈，我就会抓一个人，把伊等你去淡水河。转去，转去，危险室来电。喂，
我是。我无报警，无。有，我清楚。是不是咱和我甲我的阿妈？喂，喂，是甲阿妈两嫂的派人。这派人讲要提10,000，而且爱咱伫一点钟来送去八德路38号边阿姐子母车里面。时间还够有够啊！我看咱分头总结较紧啊。要不等等，我愈想愈奇怪。你想看卖啊？大业集团的老夫人，敢那价值10,000尔，这真有可能哦，是走老风声，一寡出来想要趁这机会来卡油的，大家莫去用骗。志成，你讲话拢有可能，但是我不可能替阿妈的性命去搏，这是阿妈唯一的线索，咱袂当放弃的啦。阿弟，行，咱来调现金。我人已经到啊，今嘛再来啊。我阿妈人呢？你家己放在金子母车内底。我先看到我阿妈，我先确定伊平安无代志。你先家己放入去。啊，不过你卖废话啦。我已经叫你的指示，家己等伫个子母车啊！我阿妈是卖人嘞，恁别烦恼，你即马马上离开，等我摕到钱，你再去找，就当看到恁阿妈。这个人之前跟我完全无共款嘞。是嘞，那是空的。我要这个叫我有的啊，真正叫我提起啊！阿姨，你现在怎么回事啊？你那雄雄走去高杰所在？你心内在得什么状况啊？我都说了呀，我去调查线索。你俩不是警察，是要调查啥？你总要去看看有没有歹徒留下来的什么踪迹吧。这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啊！啊，这不是我的目的，难道我的目的是去跟歹徒会合？哎，这是你讲的，不是我讲的啊。阿嬷失踪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就想要相信你，要不过你的所作所为实在足奇怪的，让我真歹相信你呢。我有什么奇怪？你今仔日是安怎割手套？那是因为我有富贵手，最近龟裂严重，我擦了护手霜，所以戴上手套。什么问题？现在我看你车的，你就这么紧张啊？哎，这是我的车子哎，我当然不喜欢别人在我车上探头探脑的。你是不介意，也是怕我看到啥？我怕什么？好啊，那你看啊，你看看看看，一次给你检查个明白。佛珠哪里叠加？这是阿妈的佛珠，我唔知呀。你卖手工，你讲唔知呀？什么代志拢无啊？阿妈的失踪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不然我也不可能那么大拉拉给你找啊。你当然是无想到，阿妈佛珠哪里当叠加？你即摆假笑嘛无路用啊！行，跟我来等。
又该怪谁清楚？